一个月一度的迁移时间，我们今天又要前往雪梨。我们就是来吃饭啊，想得很渴就点了这个，结果它是冰棒，够要哎，真的傻眼。我们以为是湿热冰，结果它是冰棒。好，我这里面没有看任何机器啊。对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吃汉堡、炸鸡这种，看怎么办哈，要多渴。这是我们的午餐。老板娘看到我们在走路，在我们要去火车站。好了，老板娘带我们去火车站，虽然不远，但还是坚持要载我们。站到站了。Thank you。Thank you。是的，原班人马，原班人马耶！哇，你是 Sight Numbers。那我们。在市里面要住七个晚上的房间，我们的日本室友不好说。我们的日本室友说超级无敌赞，我看大家多赞。啊，这个七里的朋友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I'm so big! Oh my god! Hello! 这里很大。Hello!哇，还有两间厕所，大房间，浴缸。我超会找，我们一个人住七个晚上才200多块，207块澳币。哇，这里好赞哦！好棒棒。对啊，我真的很会找，我第一名耶。可是2月31号，今天是要在雪梨跨年的日子。看一下我们窗外的景色。那现在准备好呢，要出门，然后准备去跨年这样子。雪梨人炸多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提早出门。然后今天就穿一个非常平常不会穿的衣服。好，我们今天美美出席，大明星挥个手，脚，今天这样够辣吧？可以，如果穿这个出门的话。对啊，我不输吧？跨年就倒数完再裤脱下来，好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可以哈，然后这样马上帮他叫一个朋友回家。他还在压笔跳。我们呢，今天要跟我们的大学同学，我们的九朵花吗？嗯，是九朵花的一位成员，两位成员见面。没错。对，吴小姐跟九朵花的集合，我们等会儿见啦。我们现在来吃汉堡，打招呼。大家好。来，色差小姐。我没有。是蜂蜜小姐。对，蜂蜜大师。哦、蜂蜜大师，大师还是大师？大师，大师。我们要去雪梨。那是蜜蜂啊！你刚才讲蜂蜜。你也讲蜂蜜啊？来，好，我们的早餐，早餐吃那么去哦，这是麦当劳薯条。很好吃，大家看一下我的 Brooklyn， 很高哎、欸 oh ，对呀、啊。为什么没有薯条？我有叫、哦。是啊，那不是你吃不下。也是。对，就还有点现在挑战试试汉堡。专门。专门的衣服。今天大家都很美吼，你今天有打亮吗？没有，我们腮红了。我们现在要去雪梨歌剧院。发现我们的朋友不是在那个雪梨大桥。对啊，累死了，很远呢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转车去雪梨歌剧院，给大家看看这里，然后转去那边找他们。漂亮吧？今天真的很chill哦。什么？你很chill还是？很chill。哦，很chill，今天真的很chill。来念一次教学。很chill。
哎，你很会念哎。到了，歌剧院在这里。雪梨大桥，大多人，我们要想办法去找我们朋友。我们原本买一盒冰要给我们朋友吃，结果因为我们现在进不去里面，所以呢，八支冰我们要把它啃光。好吃哦。一波三折要去找我们今天要看一会儿的地方，因为就是管制的关系，然后要跟朋友会合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在惬意。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龙哥现在 Firstly Park and West City King， 很热，他快生气了。我们现在要来这边的码头，然后给他跟我们朋友会合。我们上面这个就是大桥，现在风非常大。现在呢，要来长征去另外一个绝佳景点，我们不放弃。我跟你讲，就是这种精神，我跟你讲，搞不好以后一定会成大器。最漂亮的烟，对，我觉得会比我们同事他们看的还要漂亮。啊，花钱呐、啊。对。啊，如果不漂亮，我们这个影片就不播，直接给你删掉。我们现在呢，要走路去，剩下40分钟，到了再跟大家报告到底视野好不好。嗯凶呢！一人买5块的能量饮，100块台币的能量饮。雪梨大桥上面哦，很漂亮吧？还有这个，一心跟雪梨大桥的合照。呀你挡到了啦！一二三。啊？听不到。在大桥正上方，住在这个桥前面，太美了，好巧，好羡慕哦。走下雪梨大桥，结果我们绕一大圈，回到我们早上。下车的那个站要在这边，就是看好位置，然后这附近真的是超级美。找到了，我们找到 good place 了。 Oh my gosh， 我们现在找到一个绝佳的 place， 真的很赞哦。哎，这里是个绝佳的 place， 你看还有人摆椅子啦。啊，就是在住宅区这里游荡，这边是住宅区，然后没地方去，因为这是一般道路。那我们现在坐在路边等我们找的最佳位置，这已经是不用钱里面最棒的了。现在野餐，对，然后再撑6个小时，然后约了一大堆人，最后只剩下2个人。原本跟同事，然后就一大群，至少有10几票人吧，然后最后只剩我们两个。哎，哇，压逼压逼，在7点，还要5个小时，已经等到很烦的大龙哥。我刚刚热到一个不行，现在冷到一个快疯掉，怎么样？很冷。好哟，可以时间快一点吗 ？Please。我现在换到一个好位置，可是我的手机就是夜拍超级烂。你看这个曝光是什么意思？现在离9点了，剩5分钟。哦。等一下，5分钟过后就要开始第一波烟火了。哈哈，好，我们现在看到都9点的这个烟火 delay， 所以呢，我们就再次等一下下。
好，来一二三，汪妹。哎、欸，我整个黑掉 ，Hello。好，一二三，汪妹。做不出来。我们就是在被驱赶之后，现在到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就现在，我们现在转移阵地到早上找的一个小地点。跟你找单身的人一起跨年，就是。抱在一起，我跟你讲，我的刘海真的不是很好看。去酒吧学猫叫，自己看也不太敢看的。下一个，先漂亮的，然后一二三，咦，我没有这个幅度的快乐，好丑。倒数五分钟，五分钟，要五十九分了，五十九分很快，五十九分了，五十九了。电话，跟妈妈讲电话。对啊，在这里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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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在雪梨度过荒谬的一天，从早荒谬到晚上。对，但是呢，还是很开心。对，2010者谢啦。啊，希望我们2020可以赚大钱。没错，记得爱你，爱你，爱我，爱我。接下来，希望我们下一个场能够顺顺利 利。明年的新年呢，希望身边有人。就是、开始啊，已经开始了。我说明年的新年。什么意思？2021的时候，我们身边都有另一半陪着我们，然后我们可以情侣
一起跨年。对，吴小姐都要带着情侣来跨年。吴小姐带着情侣，这句话是有点奇怪。吴小姐带着另外，对，祝福我们都顺利，然后也希望你们2020年还是五娃不离不弃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偶尔留个言给我们，不要那么忽视我们，觉得我们这些人气变低了，他不要把我们当笑柄。对啊，是大家就觉得啊，你们很活泼、啊，你知道这句话是不是伤了活泼的人的心吗？对啊，我们是小丑吗？还是只有丑？干累干累，然后自己难过这样，希望你们还是可以给我们点爱啦。反正就是2020年，新年快乐啦！好，来，新年快乐！